谢主。我们这一次的现在来到第三篇，预备心腹做新郎的配偶，所以是心腹的预备。这堂应该会觉得很甜美，前两堂非常非常的丰富，上一堂就把整卷以弗所书都看过，但是今天我们要进到这个感谢主勇士的婚礼里，我们新郎要来迎娶新妇，所以我们要预备好，好吧？我们就来读一下这里的引经，启示录19:7-9，我们要喜乐欢腾，将荣耀归于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又赐他合穿明亮洁净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对我说，你要洗上凡被请羔羊不念的又不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们七节说到，我们要喜乐欢腾，将荣耀归于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这一节是我们这一节要交通的重点，好吧？我们两两来导读一下，最好能够把它记起来。七节，宣读，主今日行动的方向是要行动。
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节，我们知道有十个童女，五个精明的，五个愚拙的。那精明的不仅灯里有油，器皿里还有油，所以等新郎来的时候，感谢主，他们就可以呢进去享受这新郎的快乐。那今天主得着我们都做精明的童女。那我们再从这个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节，也看到一幅图画，就是神呢把亚当造好了之后，阿们也预备了这个生命树跟知识善恶树。那感谢主呢，神呢这个就说到亚当这人独居不好，阿们要为他寻找一个配偶，那就把所有的活物叫到亚当面前，那亚当呢就帮他们取了名字。可是取完名字之后呢，亚当并没有找到他的配偶，因为没有个事能够与他匹配，所以呢这个神就使亚当沉睡，取了他的一根肋骨，是他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建造成为一个夏娃，成为亚当的配偶。那其实在这里我们看见这幅图画，其实亚当是一个预表，预表这位神呢，这个是宇宙的真丈夫，他里面有一个渴望，他渴望得着一个配偶，渴望得着一个满足。所以今天神里面有一种渴望，有一个需要，他需要一个配偶，所以从这一幅图画就让我们看见神的这一个需要。所以今天呢，感谢主，我们也都是基督的心腹，将来都要成为他的配偶，我们有他的生命，有他的性情，我们能够与他匹配。阿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预备，预备心腹。好，再读第二大点，羔羊的婚娶乃是神新约经纶完成的结果，神新约的经纶需要借着爸爸心腹，就是需要先借着呢他法理的救赎，还有他生机的拯救，所以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当主耶稣呢这个被人用枪扎他的肋旁，就流出血与水，这个血呢就是我们得着救赎，那水呢是使我们得着他生命的供应，所以一面有法理的救赎，一面有生机的拯救。那法理的救赎是借着我们的相信我们就得主，但是我们这一生都在他生机拯救的过程中，阿们，是我们得蒙重生，还需要被变化，被圣别，至终才能够成为一个心腹。阿们，也是在这个以弗所五章，借着神化中之水的洗涤，除去我们所有的斑点皱纹，使我们成为一个心腹，才能够与他有匹配。阿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就需要天天享受这个生命的救恩，阿们，才能够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再看第三大点，主的恢复是为着预备所有得胜者组成之基督的心腹，阿们。好，第一重点我们请弟兄读，才有这个羔羊的婚娶。所以整个神新约的经纶坐在我们的身上，目的就是要预备心腹，才有羔羊的婚娶。那今天弟兄在这里有一个很强的负担，就说我们要早早预备好，要及时预备好成为心腹。所以今天在主的会幕中，就是要得着得胜者做基督的心腹。所以在第一重点他特别说到要成为在开始和新鲜阶段里的新耶路撒冷。什么是开始
和新兴的阶段呢？就是指的在千年国里，阿们基督要来迎娶新妇，而且这个新妇是由得胜者所构成的。愿主怜悯我们，这是要天天有装备，有追求，能够早早的、及时的成为新妇。所以当新郎来迎娶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预备好，就能够在开始和新鲜阶段里的新耶路撒冷做基督的心腹一千年。所以那时候我们若是没有成熟，就要在黑暗里哀哭切齿，在那里重修。当然到勇士里的新耶路撒冷，我们都是羔羊的妻啊，都成为基督的妻子。所以今天我们所要追求的，我们所渴望的，我们所盼望的，阿们，就是要在开始并新鲜的阶段里的新耶路撒冷要来做基督的心腹。哎呀，这是我们的渴望，这也是我们的负担。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需要天天与主有情深的交通啊，活在与他爱的连结里面，及早预备好，才能够成为在千年国里的心腹啊。啊，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一般的婚礼嘛，这个结婚那一天叫心腹，对不对？隔天呢他就成为妻子啊。那感谢主，这一天非常长，这个一千主看这个千年如一日，所以这个心腹可以当一千年，而且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阿们，这是我们的渴望，而且不是那一天才产生这个爱的故事。这个现在我们都在与主这个恋爱的阶段啊，因为这个保罗已经把我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们已经被许配给一个丈夫，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做主热恋中的情人啊。所以若是我们天天没有享受主，没有在他的爱里啊，没有在爱里来享受他，到了那一天，这个婚礼也是很尴尬，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份这个婚礼嘛，因为我们就是那个没有婚宴礼服的那一个。所以在马太二十二章，我们都有份这个宴席，那大家都在吃宴席。怎么突然有人说，哎，你没有穿婚宴的礼服出去外面黑暗里哀哭切齿？我读了觉得，第一次我读我觉得怎么会这样，不是被邀请来的，怎么又被赶出去然后被邀请来，我就有关于这个感谢主，有关于神的救恩，但是我们还需要预备那一件婚宴的礼服。这也是我们主观活出的意，也刚刚我们读到就是得穿明亮洁白的细麻衣。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这个追求的阶段中预备那一件婚宴的礼服，所以等基督新郎一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份于羔羊的婚宴啊，这是一个世纪的婚宴，大家羡不羡慕呢？我是在羡慕这样的一个婚宴。阿们，主啊，愿我有份那个羔羊的婚宴，主啊，愿我成为一个预备好的心腹，在那里等候丈夫，要早早的预备，要及时的预备。阿们，感谢主。好，我们就进入第四大点，心腹的预备，赞美得胜者生命的成熟。所以心腹的预备在于得胜者生命的成熟啊，这是本篇信息最重要的一个点。那么我们如何来预备心腹呢？就需要生命成熟，或者从某一面来说，为什么心腹预备了这么久还没有预备好？阿们，原因就是我们生命不够成熟。所以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主啊，我渴望生命更成熟。好，第一终点我们请弟兄来读。心腹的关系，这个记载里面最详细的就是旧约的雅歌，歌中之歌啊，他讲到这个啊，所罗门王来追求一个乡村女子，那经过了四个阶段，他就生命成熟，成为苏拉密女。所以这个苏拉密是所罗门阴性的称呼，也就是他成了基督啊所罗门的复制
和副本。那从我们这面来说，我们本来都是乡村女子，那神爱了我们，拯救了我们，经过生命的变化，至终呢，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副本，成为他的副制，能够配得过他，好与他成为婚配。那在雅歌里有四个阶段啊，那我就把它讲过，大家能够记一下。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受吸引，追求基督，以得满足啊，所以愿他吸引我，我们就要快跑追随你。所以这个吸引的能力，就是我们追求的能力。所以你发现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有心追求呢？因为我们受了主的吸引，或者看到某一个圣徒，哎呀，他怎么这么爱主，怎么这么渴望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里面就有一种的渴望，我们就渴望来追求主。所以这个吸引的能力，就是我们追求的能力。所以我们要跟主常常祷告说，主啊，愿你吸引我。然后呢，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好，第二就是要蒙呼召，与十字架合一，对付己，脱离己。我们需要接受这样的对付。我们所有结婚的人都知道，要合为一，就需要借着十字架的对付。第三，蒙呼召，活在升天里，做复活里的新造。阿们，我们需要蒙呼召，活在升天里，做复活里的新造。第四是活在神的居所里，没有慢子，与三一神完全是一。阿们，愿主怜悯我们在《生命的经历》这一本书，大家也可以回去多读读。他讲到四灵命的四层十九项，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生命长大成熟，这样将来我们才能够可以与基督匹配，配得够他，好与他成为婚配。好，第二重点说到在新约圣经里成熟，这是用于指信徒在神的生命上长成并完全，指明我们需要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成熟，以至于完全。好，三，我们请弟兄们来宣读。我们需要继续的好好在神的生命中为他成人，好好成人。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长大，达到长成的人，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所以这成为一个长成的人呢，这一个长成的人就还是的建造。所以当我们生命越成熟越长大，目的就是为着要建造。从另一面来说呢，一个适合建造的人，就是他是生命成熟的。所以我们生命越长大越成熟，不是越奇怪好像活在与主隐秘的交通中很渴慕追求圣经，但是就是很难配搭，这就表示不够成熟。我们越成熟就越容易配搭，越渴望配搭，越能够配搭。阿们。好，第四，我们请姊妹来读。阿们。保罗就是追求在生命里长大成熟。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喂养人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就会更大更多的成熟。我们读一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我们宣扬他是用全安的智慧警戒个人，教导个人，好叫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所以一面我们要生命长大成熟，一面我们也需要去帮助人，使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所以当我们越帮助人，其实某一面而已，我们生命也会更加成熟。好，第五，成熟的信徒认识悟道，并尊重基督的身体，有身体的感觉，也以身体为中心。弟兄在这里说到一个词，我觉得非常的叫我得帮助，这是长大终极的试验。我们可以记一下在现场弟兄说，这是我们生命长大成熟终极的试验。你到底有没有成熟呢？你越成熟，就是认识、顾到、尊重基督的身体，有身体的感觉，也以身体为中心。愿主怜悯我们，生命更加成熟长大，更宝贝身体，
为了基督身体的建造。我想我们越听就越清楚，而且看见主给我们的带领，这些日子啊都有它的次序的。尤其主恢复在台湾这个岛上，这些年弟兄们的忠信，回头来啊，把我们所失去的、所冷却的、所不够卖力的生养教建啊，特别在生养的事上再拿回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但是对我们好多施行过的人呢、都有一点呢、觉得说，因为底丢当时就说啊，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啊，是一个爬坡啊，停止爬坡就往下滑了。但是我们是有一点，不敢说我们啊，我自己就有一点觉得，因为当时我还是开展队队长啊，总队长，费工的了啊。那么，所以我自己觉得很惭愧，也觉得乏力，觉得主啊，这样劳苦到你来吗？心情有一种啊，尤其我们这个又是不愿意让弟兄姊妹啊，好像过度被啊，被推被 push， 又不喜欢人家 push 我，所以啊，挣扎了很久。但后来已过那个回归教会的召会的正统，让我重新得力，就知道说召会的正统就是没有圣灵阶级，召会的正统就是人人不离弃那起初的爱，不离弃那活的人位。召会的正统就是没有圣灵阶级，人人尽功用，个个都侍奉。召会正统就是人人被成全，以弗所十章的达到，而让人人尽功，普遍尽功用。而那个路在哪里？感谢主，我们有蓝图，但是我们有施工图。这个施工图很明显的就是圣灵交接，就是福家派区。但是啊，做啊，我就发觉我们是 get into the detail。当我们在施工图里啊，就天天就在钉钉子啊，那个磨什么地方啊，就弄得不了，失去 Mr. Mark， 失去焦点了，失去方向了。所以在啊教会的正统上回归之后，回归到末了，最正确的就是菲拉铁菲。菲拉铁菲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不，稍微怎么样？略有点力量，是不是？遵守主的话。那我就拿回主的话再来读啊，重读属灵书。第二呢，怎么样？不弃绝主的名，那就不离开这活的人位，不离开那起初的爱啊。那第三个，在爱之中彼此相爱。那这一切的素质，叫我们有动力来过、来活、来实行圣道教诫。弟兄姊妹，阿门吧。但是阿门是阿门呐、回归了，动力不在，感觉那个动能不在。这一次信息啊，这一讲，主学这个，尤其今天早上，早上有陈弟兄提的时候，我好像突然间看见一幅图画，我非常震撼，非常喜乐。什么呢？这里是说到啊，这个总题是什么？叫做啊，主今日行动的方向。方向已过，我们在圣灵教诫里啊，细节拼了，劳苦了。这叫做埋头拉车啊！但是埋头拉到不了，为谁而拉？对不对？为谁而辛劳？哎，拉到哪里去？所以不是对岸有一句话吗？你们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线啊！不然不小心就拉到台湾去了，你懂吗？方向拉错了啊！那今天我们呢，埋头劳苦，神命定的路，我们要抬头看线，看方向。哇，这个方向这次一亮。虽然从前是很清楚，以前听过、看过、说过的，但是现在一讲啊，神父图画出来了。这个方向没有别的，就是建造基督身心的身体。建什么建造？不只看见，借着我们生养教建、福家派区的实行。第二呢，怎么样？预备新妇。新妇和新郎的关系是什么？特点是什么？就是爱呀、就是不离弃那起初的爱。哎呦，我就在想，我再去叩门啊，是因爱而叩哎；我再去喂养啊，因爱而喂养哎。人不来，你为他流泪的时候，我因爱而流哎。我因着爱主，我做每一件事。从前呐、连呐、这个谁呀、连那个洗碗啊，这个做洗碗的这个什么与神同在的作者叫什么？劳伦斯，他说为了拾起一
片叶子在打扫庭院吧，拾起一片叶子，为了爱神而做，这何等甜美！哇，当时工的时候天天画线呢、啊，那拾起叶子有什么价值啊？那拾起一位离弃的弟兄啊，挽回一位不久不聚会的姊妹啊，让一位出信的因着我喂养而留住啊，这个太有价值了！那不止拾起一片叶子，那是带回群羊啊！这是什么？因爱而做。弟兄姊妹，我真的是从今天突然间呢、啊，蒙主怜悯了、啊，我里面有说不出的喜乐。主啊，我愿意重新确定我的方向，这个方向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再去劳苦，再去挨家挨户，或在会中，或在个人家里，来劝勉，来鼓励，来成全，来喂养，来挽回，来叩门，来被甩门，都是荣耀的。因为我们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的方向是我们要爱我们的主，因着爱所有的动能都是够的，因着爱我们做什么都是好的。弟兄姊妹，阿们吧。自从当我们这样过程的时候，这样实行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成为得胜者，成为基督的军队，心腹军队啊！这个观念，这个军队连征战都是为爱而征战，为爱而征战是勇猛的，为爱而出的代价不觉得是代价。太好了，我不知道，这是我的感触啊，所以我先分享给大家。赶快，刚刚弟兄已经说得够好，但是我们把大题啊再宣告一下下来好吗？第三篇，一起预备新妇做新郎的配偶，新妇的预备。第一大点，主今日行动的方向是要预备新妇做新郎的配偶，是救赎的神与蒙他救赎的人成为永远的分配。第一组两篇是为了基督身体的建造，这身体不是别的，不是另外建造什么，乃是让基督的扩大，基督的繁增，基督的复制，至终身体就是团体的基督。哦，这个意象何等清楚！所以不要再做只有人数的工作，不要再做场面的工作，要做人人尽生机功用的工作。那这里呢，第三、第四篇说到预备新妇做新郎的配偶，哇，新妇新郎，完全是爱的关系啊！哦，弟兄姊妹，让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啊！之后再来读这个，一定是有感觉的。我们要为着不新鲜的爱、陈旧的爱、老夫老妻的爱而悔改，因为我们愿意有头一次的爱，永远是最新鲜的爱。这就是新妇的预备。第二大点，一起羔羊的婚娶乃是神新约经纶完成的结果。神新约的经纶是要借着他法理的救赎，并借着他神圣生命里生机的拯救，为基督娶一个新妇，就是召会。所以又是个大事，对不对？法理的叫我们坦然无惧，好叫我们能够到主面前，让神一再的分赐到我们里面，让撒旦必须闭口无言，而这个结果就是让神的分赐不受打岔，这个生机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能一再达到高峰，这就是灵命四成所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我要一直变化，不能啊以为我已经得着了，连保罗都不敢这样讲，他还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昨天在前天在壮年班上了一堂课，就是生命长大的总结。这个总结把我自己总结到一个显微镜，应该是一个 X 所见 X 光底下，再次看见说，你不要以为你已经教生命的经历长大，青年班教20年，壮年班教10年，你就怎么了？一总结就发觉，主啊，我要重新学习。我这边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要变化给佩达看，变化给周遭的人看，变化给另一半看，不要让他看的，哎呀，就差不多了啦，你气数已尽了。不，你我属天的路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第三大点，主的恢复是为着预备由所有得胜者组成的基督的信徒。感谢主啊，我们都要做得胜者，
啊，都要学习做得胜者。只有他是得胜的，连于他就能凡事得胜。这就是为什么沉沉复兴而能日日得胜。秘诀还是不能丢，除了他以外没有得胜者，只有连于他才有可能成为得胜者。所以我们呢，尼尼翁说，在基督里一下就能称义行义，在亚当里一下就会犯罪。所以我们必须一下，每一下都在您里，都在基督里。第四节，心腹的预备是在于得胜者生命的成熟。刚刚又点出来，雅各书歌中之歌里面是明明是成，再给我们看见你我要达到生命的成熟。主说我来了叫人得生命，怎么样，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一定在生命成熟的事上，让旁边周围的人常常发生数天的五级地震，让他们有感。我们有时候得救的时候一见证，哇，好多人有感觉啊。但是我们呢，蒙恩这个得胜有没有见证叫人有感觉啊？还是你看，哎呀，都是讲法。不要，但愿主在我身上，在你身上都能有这个震撼。哦，成熟的结果是怎么样？美丽，对不对？那幸福的特点啊，第五第六，你再读下去就是美丽。一起来，第五。构成心腹的得胜者，则不是分开的个人，乃是团体的心腹，借着心腹这一面，我们需要建造，所以是团体的心腹。你我的美丽要看能不能配搭，有的人只能独善其身，有的人只能各自表演，但你我要注意，我们的美丽显在团体上。第一重点，一起得胜者不仅在生命场上成熟，更是同被建造，成为一个心腹，成为一个什么心腹。第二重点，弟兄们，圣经中心而神圣的思想乃是寻找一个神圣的建造，就是他自己与人性的调和，而在他寻找一个活的组成，由他的救赎并他调和的人，活人所组成。简单的说，都是活的，都是被点活的，就是圣经的中心而神圣的思想。第三，一起，神建造的原则乃是神将他自己建造到人里面，将人建造到他自己里面。神与人调和，就是神将他自己建造到人里面，人与神调和，就是人被建造到神里面。我们有几位啊，在主里的文士，他们呢对主的话特别对照，这个希腊文啊、希伯来文一再读。我有时候从他们旁边经过，听过他们的交谈，我都很得共鸣。他们说啊，在中文的翻译里啊，在和本就已经很突破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说这在中国文学里没这个发表，哪有在谁里？我们在有没有人？若有人在孔子里，没有；在孟子里没这个话，但是竟然翻译敢翻出若有人在基督里，这是个大突破。然后我们现在不止在基督里，还要在爱里，在灵里。那么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的人会跑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基督不止安家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长在我们里面，至终更厉害的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什么意思？在里面，互相在里面，达到地步，他建造在我们里面，我们建造在他里面。第四，一起。神的建造就是三一神团体的彰显。第五，与同作信徒的人建造在一起，是主根据神圣属性之一，神圣的意义，对他忠信寻求者至上及最高的要求。哦，弟兄姊妹，同信徒建造在一起，哦，这个属性的一，维持一是至上最高的要求。所以这些年呢，好多恩恩怨怨，好多啊什么什么冤屈，但一句话定江山，千对万对，分裂就错，千错万错，合一就对。所以在分裂的立场里，做的再兴旺，做他几千几万，你必须里面觉得不安，
着安息。再往下第六点，我很喜欢这一点，说什么呢？教会作为新妇新郎的配偶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我们在教会中很少谈这种事哦。再读一遍啊，来，教会作为新妇新郎的配偶需要美丽。弟兄姊妹，你我要不要美丽啊？要不要追求美丽啊？要不要装饰自己成为美丽啊？越阿妹越心虚啊，知道我这话有陷阱啊，但是我没有陷阱，我是纯单纯的啊。我是读这里的话，教会作为新妇新郎的配偶，你要配得上他吗？需要美丽，因为他是美中最美。哦，我的良人啊，白而且红啊，我的良人是完美的，而这个良人成为我的复制。这个良人他是所罗门，我是苏拉密，他是基督，我是基督人，他是原型，我是复制。所以我怎么美丽啊？怎么美丽？若有人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啊，弥兄的话啊，当我们看见基督就脱离世界，脱离罪恶；当我们看见身体，就脱离己和自己的工作。所以真正的美丽是什么？在基督里。真正的美丽是什么？就是在啊，他活的人位里看见那扩大的身体。我们弟兄们，弟兄们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说啊，情人眼里出西施，没有人结婚的时候要找个配偶是啊，是怎么样？一定要找不美丽的，有没有这种人？那这种人太可怕了，对不对？那所有结婚的时候都觉得他的太太真美丽，所有来的人也都要说真美丽，对，不说真美丽，那你就真不懂了啊，真是扫兴了。那是不是真美丽？人家说美丽就是美丽，新郎说美丽就是美丽，所以这个新郎说美丽，那这个新妇就对了。那新郎说谁是美丽呢？到末了他说苏拉密必须是所罗门。所以弟兄姊妹，你我可不要自作主张自搞美丽了。这原来啊，情人眼里，我们的情人眼里只有基督，情人眼里没有西施。所以呢，心腹必须美丽。而神眼中的美丽是什么？我们就问了，神眼中的美丽是什么？神眼中的称义就是羔羊在我身上，羔羊 cover 我，我称义了。神眼中的美呢是什么？哎，中国造字还有另一个启示，羔羊为大就美了，羔羊越大越美。阿不阿们啊，基督在我们身上大了美。哦，我在教会生活中50几年了，看到好多弟兄姊妹，他们美，真的有的时候我都忘了他们的长相，长相好像占不了多少地位。阿们不阿们，还有他一讲话就受吸引，就他看见这是一个最美丽的，真的。所以羔羊为大就是美。什么就不美啊？自己有自己掺杂就不美，而且自己为大，而且只要大一点点就叫臭。哎，中国造字还蛮有意思，对不起啊，这是我的眼光啊，你们仅供参考好不好？自大一点点就叫臭，还硬说是美，那就叫臭美了。真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中说否认己吧，脱离己的工作，脱离己的彰显，我们真愿意说主啊，羔羊为大。这就是眼中的美丽。哎，快一中点，你的眼遇见王的华美，王就是我，你的美貌，简单说王就是基督，我们的美貌就是他的活出。我还记得我讲过好多次，在你在特会里，美国的特会，英文祷告，有一位啊圣徒在底下祷告得很甜， Lord you are so charming, you are the charming one, 主啊你是多么迷人啊，你多么吸引。哇，那天你又带跟他很熟啊，一上台就说 Oh, your prayer is very good, 啊，你祷告很好。但是我要问你一件事，主是很美丽，我们都知道，好吸引人，你美不美丽啊？你吸不吸引人啊？那句话给我印象，我忘了是谁啊，我就想，主啊，到底我凭什么吸引你？愿你吸引我，一大堆我们就跟随你，是谁吸引谁啊？基督吸引了我，我身上基督显大了，让人家因着我的基督而跟随主。不能多说，所以弟兄姊妹绝对弃绝自己的美，不要孤芳自赏，我们必须有基督的美丽。第二重点，弟兄们，
在基督身体团体的构成里有何等的柔美、超绝和美德。第三，姊妹们，我们基督徒所显出的美德，乃是神圣属性里荣耀和美丽的显出。基督徒乃是以神性做元素、做实际，而从他们属人的美德里显出神圣的荣耀和美德。所以，你我的人性美德绝对不能跟神圣的属性脱轨，必须恶灵调成一灵，恶命连成一命。而且两个人位合并，否则你就是在阶肢的里面，从阶肢以外的地方老部来照着肉体而行了。那阶肢部分三发展出来的就是主所要的美丽。第四，请弟兄们读，心腹的美丽是为着将神心腹献给基督这新郎。第一小点，请。心腹的美丽乃是来自那位坐到教会里面，然后借着教会彰显出来的基督。所以我们要吃基督，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沉于中就行于外。第二小点，我们所有的美丽乃是基督从我们里面造出来。记得啊，两年旧约的摩西在山上合主40昼夜之后，他全人面皮放光。而今天你我不必40昼夜，也不必40小时，在我们经验里啊，4个小时，哎呀，跟生命树连结啊，出来就变的样子。我姊妹对我最好的时候，就是我在书房里啊，4个小时不出来，被灵充满，一出来的时候啊，他已经给我一定的给我属灵的爱的抱抱，一定给我水果，给我好处。他说我就喜欢你在里面啊，做什么？连于基督啊，出来就不会原形毕露了，就能够神采飞扬了啊！好，第三，基督在我们身上所珍赏的，乃是他自己的彰显。他珍赏什么？第七大点，一起按照启示录19:11-20，基督做凡事主，就是得胜的信徒，做他的军队。前来下的诸王并他们的领军，在他们整个战场。这一点呢，我多年读的时候感情不深，总觉得离我很遥远。那这些年越读啊，越觉得主啊，我只要在前面做正确的人，做正确的得胜的情形，这个我就能自然有份。我去以色列前几天才从那里回来，第8次，每一次去都几乎要去哈密吉顿，再来看一看那个地方，看看20000马兵将要如何集结的时候，我里面总觉得说，主啊，这是地上物质的范围，但你我要有份于神圣奥秘的范围，就要有份于这心腹军队。第一重点，以及当基督带着他的军队来与敌基督和他的军兵征战时，他乃是作为人子而来，这一位人子需要一个配偶，他的心腹好与他相配，使他得以完全。这里面很多细节需要我们回头再去追求，不能细讲。第二重点，基督在回来以前，先要举行婚礼，使他的得胜者与他自己连成为一体。哇，真是美丽！第一小点，基督要与那多年来一直征战、抵挡神仇敌的人结婚。这些日子，我们也在地上抵挡神仇敌在人心背后的破坏。我们在这里也是做得胜者的原则。第二小点，在启示录19章，基督要与那已经胜过邪恶者的得胜者结婚。第三重点，以及婚礼之后，基督要带着他的心腹来把敌基督毁灭啊，带着心腹来把敌基督毁灭。读主的话，你要宣告说：主啊，我不懂，但是主啊，我相信，相信主的话，句句都要成就。第四重点，请我们站起来，大声的宣告：来，婚礼。